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主播双恩。今天我们来自《紫兰之走射手》。如果是老观众人应该都知道，以前我就非常喜欢玩紫兰之，尤其是用它打野。这个版本的紫兰之打野呢，打野的速度有点慢，可能跟不太上节奏。可是呢，他走边线依然非常强势。那今天主角呢，就是紫兰之走魔龙路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再说一说打野。如果你真的要紫兰之打野的话呢，也是可以。可是呢，你可能要更需要辅助照顾一点，毕竟我们需要辅助帮忙看视野，帮忙包牌。不然的话呢，紫兰之遇上目前的强势打野，比如克里娜、卡纳、克罗斯、瑟斐斯之类的，真的比较吃亏一点哦。尤其是前中期的空枪期比较大。可是呢，走魔龙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我们一早就注意到小地图呢，队友正在靠近这了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勾引的动作，重要的地方快快就跑不掉，我们顺利获得首杀。别忘记夸克死掉的话呢，会造成爆炸。幸好台服的夸克呢，爆炸伤害没那么高。如果是在某个平行世界呢，可能一爆两三千是非常正常的。那这边艾莉呢，已经没有位移技能，我们稍微预判一下他逃跑路线，给他一标，成功带走。那接着我们前期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发育为主。由于敌方的射手是打野，所以呢，下路是艾莉配上夸克。艾莉跟夸克呢，是一个很致命的组合。如果被勾到或者被晕到呢，通常是死定的。我们在下路的看似游刃有余，其实并不是哦，一直在心理战。我们一直想着敌方的钩子飞镖会丢哪里，我们一直在走位躲过。我们的第一件事装呢是攻速鞋，而且呢有五颗精灵，所以呢跑速比较快一点，走位躲技能呢也比较简单一点了。自己先拿掉魔龙，稳定拿下前期的优势。之后呢，算是我们的初装。可以注意到初装呢是非常暴力的，而且呢前期第一件我们选择出雷电戟，主要是呢雷电戟在前期的效益非常大，它很便宜，1700块就可以买掉，而且呢可以大大的加快我们的清野速度，还有跑速攻速的加成，整体来说呢更加灵活。而且呢注意到我们这一套初装是没有买任何穿透的，所以呢雷电戟的魔法伤害也可以弥补一下我们的输出。如果你不喜欢雷电戟呢，你想要纯粹玩后期流，那你可以直接把雷电戟省略掉，在后面呢补上一个恶魔之手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轻松达到100%的暴击率，非常暴力。可是我个人呢目前来说还是喜欢雷电戟一点，并雷电戟跑速呢可以让我们前期更加秀。这边呢再次进行勾引的动作，这一波呢还是图伦。那下面的草呢夸克还在哦，他这么短时间呢是走不掉的，就图伦一个大招成功带走，我们再添一个助攻。最让我们这样死兰真的前期的风箱可是100%的击杀参与。那顺便说一说这套初装的后续哦，我们这会补圣剑，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每秒输出。接着来的是双刀，然后是嗜血弓。最后一件装备呢，正常情况我喜欢做王者哦，毕竟死兰之呢，我们的攻击扣三，扣三搭配王者伤害呢，很恐怖的。那自己注意到敌方的打野也到了，辛苦了我们安奈特。安奈特呢，临死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贡献了。哦，最后安奈特竟然没有死，那反杀敌方的菲尼克，这波做的不错。最后呢，连敌方的夸克也带走了。有时候呢，死兰之的飞镖不一定要丢中英雄哦，只要我们的长矛命中目标呢，就会触发攻速加成。死兰之的三个技能呢，包括我们的被动，都会强化普攻，所以呢，死兰之完全是一个普攻流的射手哦。关于普攻流射手呢，首选是暴击，暴击之后呢，可能我们会出雷电或者龙骨来辅助一下我们的普攻。接着呢，我们说一说我们三个技能的加成分别是什么。首先呢，一技能的长矛，只要命中任何目标，就会增加我们的攻击速度。以前有区分的命中英雄、命中野怪、小兵，现在呢是统一，只要命中就加速。而死兰之的二技能呢，是开启之后会增加我们的攻击力。我觉得不需要首先点满二技能哦，二技能毕竟是一个位移，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直接跳进场哦，要留着来拉开。二技能点满之后呢，会增加100的物理攻击加成，挺不错的。接着是我们大招。大招这次改版呢，有经过一个改强，只要开启呢，马上获得30%的跑速加成，比起以前多了10%跑速哦。10%跑速呢，完全多了10颗精灵，是一个很大的加成。而且呢，开启死兰之大招之后，每一发普攻呢，都会降低敌方最大生命值5%的物理伤害。最大生命呢，可不是当前生命哦，因此呢，死兰之大招比龙骨剑强了不少。所以呢，就算我们后期也没有出穿透，对坦克也是有非常高的威胁。而且呢，只要敌方不是坦克，我们知道出装的都是直接秒杀的，不管是那克罗斯图伦还是影咒哦。
那这边的前期我们的击杀参与还是百分百，目前呢完全是在我们的节奏之下。而且呢，因为我们有带精灵跑速鞋跟雷电机，跑速是挺快的，我们可以快速支援。这里中路呢有卢米亚防守，还有夸克在，没那么好攻，那我们就把敌方分散。卢米亚跟夸克呢守一个塔很强，可是呢他们的机动性非常不足、哦、如果我们要坚持攻城的话呢，可以选择往上路下路来进攻，只要把敌方分开之后呢，他们就会来不及防守，来不及支援。这边呢我们可以一直丢标，我们的雷电呢跟我们的被动的触发也是可以做一个有效的消耗手段，把敌方血量的能压多低就压多低哦。菲尼克已经冲了出来，注意一下，我们的目标是后面的菲尼克哦。那跟上输出，找到个空档哦，丢卢米亚几下，卢米亚已经残血。这边丢个长矛，小兵挡了没关系，我们雷电起出发，击杀敌方的卢米亚。尝试来做个艾里尔，有点可惜。最后呢，被防御塔打了三下，然后被菲尼克带走。复活之后呢，我们击杀参与已经没有百分之百了，但是呢，11个头里面有10个还是出自于我们。这边最后地方菲尼克在上，中路有夸克跟艾里，丢中夸克，伤害 OK， 伤害足够，艾里跟夸克都倒下，我们再添两个助攻。下路有空档，下塔已经爆了，兵线也全清。史莱兹呢，尤其是这种射手哦，我们每一分钱都要斤斤计较，能赚多少就赚多少。OK， 有个空档之下呢，直接拆掉敌方下塔。身为一个射手呢，史莱兹的机动性跟灵活度是数一数二的。我觉得呢，史莱兹可以跟以后推出的兰多还有现在的哈亚争机动性最高的英雄。最高的射手才对哦。这个夜叉的话要小心一点哦，夜叉是优势路线，他的战绩我记得挺不错的。如果被夜叉绑到大招里面呢，我们是打不赢他的，毕竟夜叉呢可以降低我们的伤害。哦，这边敌方完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combo， 首先是夜叉的勾引哦，夜叉把我们吸引住，然后呢夸克一瞬间吸至所有人，接着是接卢米尔大招跟艾里大招，我们全军覆没。刚刚的连招确实挺不错的，值得嘉奖。而敌方刚刚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连招呢，夜叉有很大很大的功劳，主要是我们全部人都追着夜叉打，才让敌方夸克有机可乘，把我们都吸在一起。这边呢马上进行下一波团战，勾到夸克，夸克先倒，然后是艾里，艾里也倒，我们这次血量不是很好，但是呢敌方的菲尼克有点激进了。 OK， 成功拿到敌方菲尼克，但我们生命也有点低，所以我们可能要找点东西把血量吸回来。前期呢我们就有 8% 的吸血，来自我们的5颗夺萃。如果大家觉得吸血不够呢，可以提前买去一个小血锤，小血锤在后面呢会合成嗜血弓。夜叉呢老实说对我们还是有点压力的，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呢，他单挑是可以轻松打赢我们的，勾到他呢丢几下就准备撤退，我们只是要消耗一下他的血量了，把一下血量压低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压制他。要记得呢，如果飞镖没有命中的话，绝对不要走过去丢他哦。夜叉只要开二技能呢，就把我们缓速，缓速之后呢，我们就跑不过他了。OK， 发个信号哦，告诉纳克这个红我想要。毕竟呢，射手拿红的效益比刺客拿大很多。尝试抓夸克，因为夸克呢没有很有钱，所以他并不会很硬。哎，找到个空档，四个普攻带走敌方艾里，然后这边抓到敌方的夜叉，夜叉也倒下。中路兵线剩一个残血的炮车，理论上是攻不进的，但夸克抓到我们队友，先跟上去，夸克收掉，卢米亚收掉，开了吃血弓把我们血量拉回来一点，最后呢成功活下来。敌方已经五人全灭。看来这场局势已定了。神之王的关键呢，首先要懂得走 A 了，边走边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飞镖，尽量准一点。还有最后当然是赚钱。那以上是大概十人之走边线的实战解说。喜欢影片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。
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喜欢沈兰芝的朋友们。最后呢，每个礼拜的一三五七我们都在开直播，包括今天，欢迎大家来我的 Nono Life 直播一起玩。最后呢，感谢大家收看哦，那我是尚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